好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明之加拿大乐生活，带你体验一个不一样的加拿大。接下来言归正传，我们还是要讲一下开车的问题。因为最近有一个朋友过来，然后我帮助他去选车，然后在试驾的过程当中，也发现了很多，就是说，国内开车的吧，国内的驾驶员他们身上的一些通病吧。其实开车的问题我们之前也讲过，关系到你全家的幸福，关系到整个大人小孩的生命安全，所以说我觉得强调100遍应该来说也不过分。当然是这样，加拿大跟国内一样，很多主要的十字路口它也是有红绿灯的，对吧？那如果有红绿灯的情况下，那大家就按照红绿灯来走。唯一有一个问题就是说，如果你碰到黄灯的情况该怎么样，好像国内说是不能冲过去还是怎么样，但是在加拿大就要看情况了，对吧？看你的那个车速了。如果你的车速是比较慢的话，那我一般建议说那当然是要停下来，对吧？但是如果你的车速是比较快，或者说在冬天路比较滑的情况之下，我建议你还是要过去。就是哪怕就是说你真的被摄像头抓到了或者怎么样了，然后你要去上庭的话，你也有足够的理由为自己辩解，对吧？因为确实如果在那些冰很滑冬天的情况之下，如果你要硬刹的话，还不如橘色的灯就直接冲过去。当然这个就是有红绿灯了，红绿灯的情况之下问题不是很大。其实北美跟中国最大的差别就是说，很多地方它是没有红绿灯的，很多地方它是要按照这个十字路口的它的一些标识和牌子，然后你来进行判断到底你是应该怎么进行一个操作。因为我那个朋友啊，就是他就是跟我说，他到了那些没有管制的十字路口，就是没有红绿灯管制的十字路口，他就是非常习惯性的会减速，然后看看周围的路况，看看周围的车况，然后慢慢的过这个十字路口。后来我就跟他说啊，这个东西在加拿大这边是不对的。因为在没有红绿灯的一个十字路口，可能在国内就是有一些人会不遵守这个交通法规，所以导致了你一定要减速，一定要看四周的一个情况，慢慢的过这个十字路口，对吧？但在加拿大这边不是这个样子的，一到了是一个十字路口，对吧？它一定会有说有一个 stop sign， 就是那个停车标识，对吧？那如果你是 stop sign， 那你就一定要停下来看周围两边的情况。如果是个倒三角，红色的倒三角，它叫 yield sign， 也就是一个让牌，就是说那个地方你可以不停下来，但是你一定要观察四周，就是说等于说你的眼睛要瞄一眼，要看一下四周有没有车，如果有车的话，那你要让它。所以说老外到这种没有红绿灯的十字路口，他是完全根据这个十字路口的一个标识来进行判断，他到底是要停下来还是要减速，还是说完全不受限制就直接开过去。因为当你到考试的时候，如果你在该停的地方不停，比如说stop sign 那个停止的标识，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。如果那个地方如果你不停的话，那你就直接这个考试就终止了，你就不及格了，就结束了，对吧？但是如果你在不该停的地方停了，或者说不该减速的地方你减速了，虽然可能说他不会直接就让你不及格，但是呢也是会被扣分的。很多人说不理解，说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，不该减速的地方你减速了，说明你对这个交通法规你是不了解的，你不知道说哦，这个地方其实我是不需要减。在北美这个情况就是说，只要大家都遵守交通法规，都是按照当时设置的一个路上一个标识来进行开车的话，那就不会有任何问题。就怕说有的人他不认识这个标识，或者说他忽略了这个标识，然后啪一下开过去了，该停的地方不停，该减速的地方不减速，或者说不该停的地方它却停下来了，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会造成交通的问题。我们还是说说之前的这个停车标识，因为这个停车标识其实是在国内是最被容易被忽略的，但是在加拿大这边却是控制着一半甚至一半以上的那个十字路口的。不管你开的是大车
小车，只要你不是开那种重型的集装箱卡车，其实不管你是开小车小的那个轿车，还是大到那个皮卡，都是一样的。当然城区内因为它是有限速的嘛，它限速比如说50-60，如果你到了那个 stop sign， 要停止的地方你没有停下来，你过去了，然后旁边的车啪把你撞了，那可能也就是车子报废，对吧？人可能最多受一些轻伤啊或者什么之类的，应该问题还不算是最大，因为城内有限速嘛，50-60是速度最快了。但是我们就是那天我们后来去开车试驾的话，那个是在城郊，就是说因为你知道很多那个 4S 店什么它都是设置在那个叫什么城郊外围，就是说在郊环这块地方的嘛，所以那个地方的限速就是比较高的，比如说限速是在100甚至在120。你想如果老外他直接开车过来的话，他是不会减速的，如果这个路权是他的，他的路权比你高的话，他是不会想到去减速的，对吧？他会就这样直接就开过来，甚至在过十字路口的时候还会加速，我觉得很有可能，对吧？所以那你想如果你该停的地方你没有停下来，哪怕他是一部小轿车，你是一部大皮卡，他以100公里120公里的速度撞到你的话，这就是车毁人亡，这绝对是车毁人亡，这不是什么交通事故，这是车毁人亡。重要的事情真的是要说三遍，所以大家一定要非常当心。到了北美，这个东西必须要知道。当然了，不仅仅只是停车标识了，就是说我建议你在上路之前应该要把这边的交规一定要全都看一下。这个交规啊，你一定要了然于心。当然我理解说很多人可能他在国内他开惯了，他车开惯了，所以他会有很多坏的习惯，一时半会儿是改不了。那我就告诉你，就那么有一样东西你一定要记住，就是这个 stop sign， 就是这个停车标识，你必须一定要停下来，好吗？如果你其他东西比如说你真的记不住或者怎么样，或者说你习惯性的操作，那也就算了，但是这个停车标志必须一定要停下来，否则的话这真的是对你自己对你家人的生命的一个负责啊。接下来我们还讲到了一个盲点的一个事情，我不知道，因为我从来都没有在国内考过那个路考或者什么，我不知道国内的交规是怎么样的。但是在这里如果你要变道的话，你一定要做一个动作，我相信在北美的朋友都知道，就叫 shoulder check， 就你如果你在考试的时候如果你不做这个动作的话，那你也是会被直接那个叫什么不及格的，好吗？就是如果你要变道了，对吧，你从左边变道，你一定要往后面有这样一个动作，就有这样一个动作，就一下的事情，就是你要看一下你这边的盲点有没有车。后来我那个朋友说，他说不对，我这边有反光镜，然后我那边有车的那两边的那个镜子，我都可以看呢，为什么我要做这个 shoulder check 这个动作？那我说所谓的盲点，这就是盲点，盲点就是说这是在你的这些镜子里边你看不到了，你这个反光镜也好，你旁边那两个反光镜也好，你都是看不见的。就真的是这样，我开车开了6-7年吧，至少有那么2-3次我碰到过，就是说如果我不 shoulder check 的话，我过去我就会撞到那部车，因为那部车他你的车在这儿，他的车就在你旁边，所以你那些反光镜什么你都是看不到的。但如果你这样并进去的话，就绝对会撞到他。当然现在新的车他出来的时候，他的那个反光镜上都会带一个标识，就是说一个橘色的灯一样的那个东西，就是说如果有一个车在你的盲点的话，那个橘色的灯它会亮，所以说现在车就会很好，会好很多。但是就是说考试的时候依然你必须，不管你的车有没有这个橘色灯的这个标识啊，不管你的车是新是旧啊，那你一定要有这样一个 shoulder check 这样一个动作，否则的话呢就直接就不及格了。希望说大家到了这边之后都能够了解这边的交通法规，只要每个人都遵守交通法规，那基本上就不会有任何问题。这边的人大部分的人开车还是比较客气的，只要大家了解交通法规，遵守这里的交通法规，那基本上在路上开就不会有任何问题。
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支持，谢谢。